我本身有一啲老花，然后有啲近视，有深度嘅近视，每日咁样用眼用得咧非常疲劳，第二日早上起身咧都系咁样，觉得咧好疲劳，眼睛嘅干涩非常难过。我去睇医生咧，医生就话呢个就系一种自然嘅退化啦。咁我话啦，假如讲呢个系一个自然嘅退化，咁样亦都冇办法。我个女知道之后咧，佢就帮我买咗一啲明目清，冇谂到我就服用咗明目清之后咧，我就觉得非常好，就觉得最大嘅变化就系以前眼睛咧觉得好干，怕太阳，有时候睇嘢啊都好用力嘅，有时候睇嘢觉得好模糊，亦都得到咗改善。1888-988-5188